好，另外我们持续关注到城中城大火，就是酿成了有46个人死亡，41个人受伤。没有想到现在爆出了案外案，其中有一名许姓死者，他是在一楼的地方被发现的，但是传出是因为他的哥哥怕死者喝酒闹事，所以将他反锁在房内，结果造成弟弟没有办法及时逃生。警方获知了之后，也是将许姓大哥带回了解。那么检方考量到已经完整的交代了经过，并且念两个人手足情谊，无保请回。夺走了46条人命，如今却传出更多内幕。对着消防人员苦苦哀求，画面中这名49岁的许姓男子，事发当时曾经试图要进入火场抢救弟弟，但因为现场火势猛烈，无法进入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住在一楼木板隔间的弟弟葬身火窟。如今传出死者之所以无法及时逃生，是因为被哥哥反锁在屋内。死者因为酒后经常情绪失控，因此10多年来一到晚上，哥哥都会将弟弟锁在屋内，想不到大火造成了弟弟来不及逃生。哥哥许姓男子也依过失致死罪嫌移送检方侦办。大火发生之后，内部画面也首度曝光，住户回到了火场整理家当，地板墙壁全熏黑，楼梯间阴森灰暗，沿路走下楼，墙面斑驳，电线外露缠绕。第一任屋主说，民国70年这里就出入复杂，状况不断，还曾经发生管理员被电死的意外。检查漏水的问题，没想到哈，那个水哈漏到地板，竟然会把它电死。因为环境脏乱，跟建商还有土地十分纠纷，陶先生的爸爸当初花了60多万元买下一间，民国86年20万卖出，认赔杀出。城中城的建筑执照也遭爆料，7到11楼还是办公室，商办变住宅，没有人管。市府虽然拿出了法条解套，但是从前屋主到室内的画面曝光，可以看到城中城过去40年来问题一大堆，也烧出了公权怠惰的大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好，所以城中城大火是震惊全台。那么蔡总统他在16号的时候前往医院探视，但是其实在前一天呢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他也跟家属联系，他要前往高雄市立大同医院来探病，但是没有想到却是遭到院方以高雄市府不同意为由拒绝。那么已经打过2剂 AZ 疫苗的朱立伦他就很酸，难道现在是打了高端疫苗才进得去吗？那么在野党也感叹，连探病的基本人权都要双标，高雄市政府真的是随时都不忘政治操作。城中城大火不止总统南下探视病患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前一天也前往同一家私立医院，被要求打2剂疫苗才能入内，而另一家市立医院却给了软钉子，被拒于门外的朱立伦只能跟伤者与家属在门口碰面。但隔天他看到总统大拉拉在市长陈其迈陪同下与病患面对面，忍不住傻眼，难道市府连探病都要双标？大同医院说，经过请示高雄市政府，一律不能进去探病，那我不知道标准是什么。后来我今天终于理解，说因为蔡总统打过2剂高端，所以可能最新标准是要打过高端才算，打过 AZ 不算。难不成呢？那蔡英文呢？因为他是总统，他就官大病毒少，这个防疫根本就只是个借口嘛，否则就应该一视同仁啊。网友也质疑，如果医院有规定，直接拒绝就好，连这都要搞对立。不过就是怕国民党因此加分，还有人用医院谐音质疑大同医院大不同，是否双标一点都不意外。高市长可能有下刁难的命令，即便是在这样探视病患的这种医疗人道性上面，高雄市政府还是不忘记蓝绿斗争。总统刚刚跟家属说什么话吗？除了慰问伤者，总统也向不幸罹难者敛香致哀，但停留时间算一算，加上慰问家属的时间竟然不到5分钟，就连亲历学者都质疑，吊唁也快闪，真的有诚意吗？那去那个地方对他来讲是忐忑不安的，因为他没有读稿机啦。我讲的是不会不把晒这个人啦。关怀不分颜色，防疫更不应该成为政治操作的借口。这综合报道。好，所以我们就来看到呢，现在行政长苏贞昌他昨天是召开了院会哦，那么他就指示说要全面的来检讨老旧住商混合大楼，而且有部分空间长期荒废的危险建物，那么要强化监管，还有消防检查以及都更制度。那么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呢，他们现在今天也是会针对这个案件来排定专案报告。所以我们持续来关注到高市府呢，他们就是全部人排开道歉，那么全面清查34处的老旧大楼，但是市长要不要下台负责呢？现在是绝口不提。那么行政院在灾后的4天是下达了最新的4大指示，但是不少居民还是怒轰说，真的就是慢半拍，因为46条人命现在都没有了，才开始要清查，根本已经来不及。
14号凌晨2点多，大火烧掉整栋城中城，46条人命，惨死火窟。高雄市政府全体道歉，隔一天成立老旧复合式大楼联合稽查专案小组，全高雄34处大楼要分3天全面查完。城中城恶火成为高雄史上最惨火警，市长要不要下台？作为家长，心痛如刀割，我也不会回避我的责任。绝口不提请辞或下台，现在不止高雄，行政院要全台都查，最新指示全面稽查老旧复合建筑，妥善照顾弱势住户，启动管理工作，尽速推动公办都更。但灾后第4天才来下指示，民众轰骂干不上班。你一再发生个情况，调查还不够好，啊，这发生个调查不好啊。所以你感觉这样不好？不好啊，上班啊，上班啊，不好啊。我觉得要从一开始就先去讨论一下关于就是老旧建筑的消防设备啊，不是说到事后了才在道歉，这样也没有用。全台关注城中城大火，中央改善老旧建筑的居住安全，从法令制度面下手。但如果早一步规划，也许这46条人命不会在梦中枉死。中央现在不破忙，别再有下一次的大火悲歌。GSNG 小组高雄报道。